来源标题：甜蜜暴击遭网友吐槽。被称为鹿晗和关晓彤定情之作的青春热血格斗剧《甜蜜暴击》正在湖南卫视热播，剧中两人秀恩爱的戏份不少，但作为一部体育题材剧，缺少热血格斗场面和剧情不接地气，引发观众欢乐吐槽。粉丝观众隔屏感受到的是粉红色甜蜜，而普通观众只感到审美被暴击。观众对《甜蜜暴击》最大的质疑在剧情和人物上。鹿晗在剧中的角色明明是一个父亲早逝、母亲离家出走、辍学送盒饭还要拉扯弟妹上学的打工青年，可却住在有着大落地窗和半开放式的阳台又崭新家具的两室一厅里。关晓彤饰演的格斗女王被观众吐槽只有假假的花拳绣腿。甜蜜暴击放在暑期档开播，是瞄准了庞大的学生群体。有业内人士分析，该剧针对的目标受众相当低龄，算是一部窄受众的青春的偶像剧。从目前的播出情况看，原先想靠鹿晗和关晓彤增加流量的预期并没有达到。从古装剧《凤求凰》《九州天空城》等槽点大剧，到几乎创下豆瓣评分新低的《极光之恋》，固化了观众对关晓彤烂剧女主的印象。鹿晗目前的电视剧作品只有《翟天记》和《甜蜜暴击》，口碑都不甚理想，想要靠综艺节目中的跑男继续保持热度，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并不现实。国产体育题材剧目前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佳作。资深媒体人啊则认为，这一题材剧大多流于表面，除了特定演员的粉丝，要观众买账很难。作者：徐浩哲。